经，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杨雪松。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也在与会嘉宾当中引发了热烈反响。สำหรับคำกล่าวขอ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จิ้นผิงในเช้าวันนี้เป็นคำกล่าวที่มีคุณค่าม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ปี่ยมล้นไปด้วยเนื้อหาที่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ทำให้คนในเอเชีย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รวมทั้งทวีปอื่นๆมาร่วมกันศึกษ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อารยธรรม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 I'm a reader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book and as usual I was amazed by his speech earlier this morning and he made 3 perfect points about civilization and one is we need to respecteach other's civilization, that there's no dominant civilization over the other. And the second one is we need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and maintain the beauty of each civilization. And thirdly, that we should be stay open and inclusive in our appreciation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亚洲国家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亚洲域外国家的官员表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能够让国家的发展保持旺盛生命活力。One of the key idea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morning was mutual learning, and we will live in a more rich world if every country has shown its own identity.In a global pluralism, diversity, and this is th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tomorrow morning.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主题为“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分论坛备受关注，与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6个平行分论坛之一，来自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300位嘉宾参加。本场分论坛旨在促进亚洲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流对话，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传播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亚洲经验。论坛举行期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发布了《亚洲主要文明相互认知度调查》和《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评估》两份研究报告，对42个亚洲国家2018年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与贡献度进行了量化评估，为亚洲国家未来更多参与国际治理提供了宏观参考。亚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潜力巨大，因为他们独特的理念、他们独特的文化，为他们更好的来参与。提供了非常巨大的这样一种潜力。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6个平行分论坛之一，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数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余名中外嘉宾出席，并且呢进行了文化旅游领域的深入交流。论坛上，来自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旅游部长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充分发掘文化旅游在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中的独特价值。而亚洲地区超过40亿人的人口红利，也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潜在客源市场，并将继续释放为国际旅游需求，促进地区旅游交往。The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the culture.I change the tradition, I change the custom in order to protect, to preserve, to enhance our own culture, our own civilization,
to develop, to be a good tourism,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 而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其他各国的文化和旅游交流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互为最重要的客源地和目的地。今年是中国老挝旅游年，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老挝旅游。Last year, we received about 4.2 million foreign tourists coming to our country visiting Laos, in which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count about more than 700,000, which is increased about 20%.In comparing with 2017 at the same time. So we do hope that in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coming to Laos will be increased not less than 1 million people. That we, it will be the very potential, very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今天下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2018正式对外发布。2018年，随着一系列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全国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大幅提高，全国营商环境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建立了惩罚性的赔偿机制，商标法呀率先规定了惩罚性的赔偿，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最高赔偿额提高到了5倍。在去年的12月啊，专利法修正案呢草案也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审，草案明确对恶意侵权行为可处以最高5倍的惩罚性赔偿，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2018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7.7万件，同比增长15.9%。查处商标违法案件3.1万件，案值5.5亿元。同时，在全国已经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24家，快速维权中心20家。据报告统计，2018年全国行政执法部门查处侵权假冒案件共计21.5万件，海关查扣进出境侵权货物2480万件。同时，全国公安机关破获侵权假冒案件近1.9万件。检察机关批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306件，5627人。全国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32万件，同比上升41.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17，较上年提升5位，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也大幅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就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题中之意。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居全球第3，东亚太平洋地区之首。当前持续的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已经让美国农民以及一些美国企业主叫苦不迭。面对镜头，他们也表达了各自的担忧，并且呼吁能够尽早结束经贸摩擦。中国是美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俄亥俄州豆农布雷特·戴维斯表示，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让他损失惨重。虽然美国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对利益受损的美国农民给予补贴，但是戴维斯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些所谓援助就像创可贴，并不能治本，也无法挽回丢失的市场。戴维斯表示，未来4-5年内，他可能很难再靠种大豆赚钱。We have to be able to make a profit and at least break even. And where we're at today, for the next 4 to 5 years, I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until we have this settled. That's all we want is a fair shot. We want.Free trade. 美国玩具协会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威胁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包括玩具在内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此举将对美国家庭、就业和企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新增关税将大幅增加玩具成本，
重创美国公司，特别是小企业，并将导致美国丧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而美国家具厂商也表示，加征关税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The small business, a lot of them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of business, and that's kind of sad. But the tariffs hurt small business much more than the big businesses. 另外，对于美国政府一系列试图让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政策，一些业内分析人士也指出，美国政府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This administration is obviously talking about make it in America. So that obviously has, you know, one part of a solution, but it's a simplistic solution. The reality is you can't turn a supply chain that quickly, and we can't supply in the U.S. everything that we need. 再来关注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四月份的投资消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数据。尽管部分数据的增速出现了波动，但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基调并没有变，中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依旧较强。四月份经济增长平稳，主要体现在服务业较快增长，工业生产略有加快。尽管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但一至四月份该指数的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依旧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此外，作为经济引擎的消费在服务领域表现突出。清明假期期间，仅旅游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服务消费增速明显。而投资继续在结构转型上推进，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明显快于全部投资的增速。随着国家减税降费规模的扩大，市场预期也在持续改善。从年初哈，我们1月1号对这个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的减税，然后呢4月1号又对这个制造业企业增值税下调，应该讲这些举措哈，对这个微观主体的这个积极性是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据统计，一至四月份，全国新登记企业日均达到1.86万户，表明企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较高。而规模以上工业中的私营企业增加值，一至四月份同比增长9.1%，比去年同期加快了2.4个百分点。无论从微观表现还是宏观数据，经济的韧性和稳定性都在继续增强。目前我们的通胀水平还是比较低，财政的赤字率呢也比较低，外汇储备比较充足，从这些方面看，宏观政策操作的空间还比较大，政策工具比较丰富，比较充足，这是我们未来推进中国经济哈平稳健康发展的也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最近几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国多地遭遇到雨雪沙的侵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地区、内蒙古等地是大风沙尘天气的主场，而重庆、贵州至江南，在未来三天将自北向南出现较强的降雨，局地有暴雨或是大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浙江省兰溪市普降大到暴雨，当地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兰溪部分城区道路交通受阻，老城区黄龙动力胶桥出现深达2米左右的积水。开都冲熄火了，水很深，好像漫过了半轮胎左右。从昨天20点到今天14点，兰溪城区监测站点累计降雨量达到116.7毫米。兰溪市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开始，新疆阿勒泰地区多个县市遭遇强降雪天气。早上9点多，在清河县的道路旁，积雪的厚度达到了5厘米左右。我们前几天穿的是短袖，现在我们都穿大棉袄了。在清河县境内的中蒙塔克什肯口岸，强降雪伴随着7级大风，造成能见度不足100米。当地启动恶劣天气响应预案，安排人员车辆不间断清理路面积雪，保障通关不受影响。截至今天下午1点，富蕴县可可托海镇和土尔洪乡部分山区积雪已达30厘米，当地电力部门及时对电力设备的覆冰进行清除。据阿勒泰气象局预计，此次强降雪天气将在今天傍晚20点左右逐渐减弱，今晚清河、富蕴等地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0度以下。受北方冷空气快速东移的影响，昨夜今晨，甘肃张掖、酒泉、武威等地相继出现大范围扬沙和浮尘天气，局部地区还出现了沙尘暴。在酒泉市宿州区，农户们对棚膜进行了紧急修补和加固，并准备进行补种。
兰州中心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此轮沙尘天气在16号结束后，但18到19号又会出现新一轮的降温天气。那么河西午市呢，气温会下降6到8度，那么局部地方呢，可能还会达到10度。在一些地方降雨增多的情况下，我国云南却出现了高温干旱天气，其中西双版纳、普洱、昆明、曲靖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特旱。现在我们来到了蒙遮镇曼扫村委会曼额村民小组，由于长期以来的高温无雨天气，致使田间地头出现了严重的开裂现象。大家可以随着摄像机的镜头来看一下，我可以把我的拳头任意的塞到一个缝隙当中，这个受灾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像这样的情况呢，意味着绝收枯死了。就像现在咱们这个村受灾面积大概是多少？1000多亩啊，1500-1600左右。村民范少东告诉记者，他们家一共有17亩水稻田，这样的旱情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很没有底。现在我们就是有点失望了，现在，再下河就不一样了，都是。下一步，蒙遮镇将采取翻耕的方法减少损失。真的小意，把现在所有水灾呢，全部把它翻掉，迁到弯道上，减少损失。还有一个布局呢，就是在这个田埂利用田埂边再扎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蔬菜。和玉米之类呢。截至5月14号，勐海县有10605.29亩水稻受灾，茶叶受灾面积89966.6亩。目前，勐海县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组织农户做好农作物自主排水、补插补种、生产物资保障等工作。另外，在广东呢，今年的多雨天气啊，使得当地的荔枝就出现了大量的减产，而蔬菜的产量也因此而受到影响，菜价上涨了不少。在茂名江边的水果街，大部分档口的荔枝是来自高州的白糖樱品种，由于今年产量减少，价格卖到了15块钱一斤。卖了20多年荔枝的梁女士告诉记者，荔枝有大小年之分，去年荔枝大丰收，今年荔枝相对就有所减产。去年这个时候，白糖樱才卖6-7块钱一斤。今年荔枝价格比往年高咯，而家都系卖15蚊斤咁咯，旧年真系贵咗一半咯。广东是荔枝主产区，荔枝总面积在400万亩以上，占全国荔枝种植面积的50%以上。记者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由于去年作果率比较高，加之今年的降雨天数比较多，预计今年茂名的荔枝同比减产约40%。不过，荔枝不同品种的减产幅度有较大差异，其中桂味减产幅度最大，同比减产约90%；糯米糍、槐枝同比减产约80%，而白糖樱、妃子笑等早熟品种影响略小，同比减产约20%。而在佛山，连日的阴雨湿冷天气，使得农作物的收成和价格受到不少的影响。在南海区，菜农麦叔正在趁着中午短暂的晴天，给地里的通心菜喷药杀虫。麦叔告诉记者，连日来的雨水已经影响到了通心菜的收成。咁之后，如果系个零两个钟头落雨，咁啊变咗就冇效啦。冇阳光啊，产量又低，细菌又多啊。而由于雨天不断，地里的螺丝繁殖得很快，也影响了蔬菜的收成。好多嗰啲螺仔啊，食花晒啊，唔成。落雨多咪有咯。在农贸市场上，记者发现蔬菜的价格比平时普遍贵了近50%。有摊主告诉记者，以前菜价上涨一般只持续1个星期或者半个月，而今年已经连续上涨了1-2个月，像豆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倍多。最犀利豆角，往日落卖3000蚊一堆豆仔，50蚊一斤豆角，依家700蚊鸡攞货，落雨多吧？本地又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水果、蔬菜等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引发了市场的担忧。今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鲜菜、鲜果受到极端天气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价格的上涨不会一直持续在高位。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格同比上涨17.4%，影响 CPI 上涨约0.42个百分点；鲜果价格同比上涨11.9%，影响 CPI 上涨约0.22个百分点。业内人士表示，鲜果价格上涨则是去年秋季北方水果欠收，导致今年存量不足，部分水果供应偏紧。鲜菜鲜果价格来看的话，明显的受到了这种
极端天气啊这些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应该讲这些季节性的这种短期冲击不具有持续性，所以呢鲜菜鲜果的这种价格的上涨也同样不会持续在一个高位。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食品价格是有这个平稳的基础的。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共有1150家国际国内工程机械企业参展，吸引了60多个国家的客商参会。现在展示的这台挖掘机是国内第一台隧道式施工液压挖掘机，它的上动臂可以左右各旋转45度，适应复杂的隧道挖掘环境。我们施工呢这么多年，那一直就是很专注核心零部件，核心就是关键零部件，这些只有自主化以后，这样我们真正的竞争力才能体现出来。而这台装载机拥有行业同级别机型最大的牵引力，但油耗却要低20%多。我们有全球最好的工程师和研发流程，以及有研究设施，他们分布在中国、英国、北美等国家。雷沃的这款挖掘机刚刚获得了本届展会的优质产品奖。2018年，湖南省工程机械主营业务收入达1660.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6%。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啤酒小龙虾又开始走上了人们的餐桌，但是不断攀升的价格似乎也让它变得越来越脱离大众。是的，眼下呢又到了小龙虾集中上市的季节啊。在小龙虾的主产区湖北省潜江市，今年的小龙虾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晚7点，在湖北潜江的一条美食街上，小龙虾的字样随处可见。从一锅咸香甜辣的油焖大虾到全虾宴，小龙虾的口味已经多达100余种。在客流和消费量不断加大的同时，这几年小龙虾的价格也是一路看涨。从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应该还是学生的时候吧，从38一盆，然后58，然后98，108，然后128，138，158，168，就这样，每年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价位这样上升起来的。2013年，我们当时在武汉吃的将近是98块钱，到现在的武汉的将近，2斤到3斤左右，是在200多吧，210头左右。如果继续涨的话，我可能会影响我的那个消费这方面。我们去年同期的话，每天的小龙虾采购量大约是在每天6000多斤。今年和去年同期对比，我们是上涨了大概50%。去年的价格应该是在25块钱左右，到今天是29块钱。在湖北潜江的某大型小龙虾交易市场，经销商朱小龙正对准备外销的鲜活小龙虾进行大小分拣、打包集装。他告诉我们，目前整个交易中心小龙虾的销量同比增幅在200%以上，而小龙虾的批发价格今年也是仍然维持上涨态势，即使如此也依然供不应求。为了保持市场供应，朱小龙每天都要去外面寻找货源。像今天的话，我档口今天要发2万多斤货，目前呢还最少缺口5000斤到6000斤的货源，现在目前还在调货在外面。供应大了，加上我们厂里面抢货了，这导致市场上面货量很缺。由于消费需求旺盛，很多加工企业、餐饮店都提前采购小龙虾，大多数商户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购销链。仅仅一年时间，这个交易市场的商户就从300多户增加到580户，交易量也是连年攀升。在2017年的时候，交易量呢，整个虾季是在11.2个亿，我们2018年的整体数据呢是销售额在48个亿，2019年的是保80个亿，增100个亿的销售额。另外呢，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发现，今年小龙虾的市场需求仍然在持续增长，而养殖面积的扩大依然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火爆的市场行情也促使潜江各地掀起了养虾热。赵长银是潜江老新镇田里村的一名小龙虾养殖户，养殖小龙虾有10年的时间了。由于近6年来的行情一直很好，他每年都会扩大几十亩的养殖面积。赵长银告诉记者，最近小龙虾需求旺盛，原来一天收购一次，现在改为1天2次。这几天价格也一直处于上涨的状态。前天是14，昨天我买的15，今天买的16。现在因为竞争力大了，可能相互之间价的特别厉害，为了把货收在手上，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之前我们
我们就在这一块区域的话，可能也有就那么四五家、五六家在收，但现在发展到今年的话，有个几十家吧。近年来，小龙虾的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养殖户扩大规模的热情很高。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潜江市水产养殖面积达88万亩，同比增幅达12.8%，其中小龙虾养殖面积达到75万亩，小龙虾市场前景可观。当地金融机构也推出了针对小龙虾养殖户和加工企业的产业贷款项目。去年我们这个贷款的这个户数，对小龙虾产业�贷款的户数有300多户，金额不足3000万元，户均不足10万元。我们这一个夏季不到半年时间，我们投放了累计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个体户累计投放了701户，累计投放了1.05亿元，我们户均提高到了接近20万元。据介绍，虾稻共作是潜江市主要的虾稻养殖方式。每年8、9月份，农民把虾苗投入稻田，到了第二年4、5月，上百斤的小龙虾就能从稻田中捞起。他们生活过的水生环境也有利于新稻的生长。以前每年每亩地能够收获1季水稻和1季小龙虾，如今农户会在10月再次投放虾苗，实现1稻2虾。小龙虾行情的持续火爆也鼓了养殖户们的钱袋子。我种了差不多100亩地的水地，100亩地的水稻，一年一也下来也搞不了，差不多挣了他这个什么7、8毛钱。我现在我这个鱼塘带我的一几十亩地，下次一年可以搞了这个什么近30万左右吧。小龙虾的热销呢，不仅是带动了生鲜市场的消费啊，近年来小龙虾的加工产业也是在迅速发展。潜江小龙虾已经成为了湖北的一张特色名片。在潜江市的一家小龙虾加工企业的门口，记者看到大大小小的车辆在门口等候着交易。收购上来后的鲜活小龙虾，用设备进行筛选、分类、蒸煮，再加工成成品。负责人介绍，在当前这样的生产旺季，企业的小龙虾需求量相比往年翻了1倍多。去年这个时候每天收5、60吨，现在每天要收120到150吨这个样子。为了完成订单呢，我们就是每天呢不断的加价，像我们每天凌晨12点钟的时候发一次价格，一般凌晨5点钟的时候再加一次价，一般加的价格要达到一吨要增加2000块钱以上。邹开峰介绍，目前企业的加工食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以及国内北方地区。今年增加了调味虾系列之后，需求量变大，原本本地的小龙虾就可以满足每天的供应量，到了今年却远远不能达到企业的需求。现在呢，货运紧张以后啊，我们现在派出了5、6个这个收购队伍，到河南呢，到江西啊，到浙江呢这地方去收购。发展的是非常迅猛的。但是呢，它的增长的产量的增加远远赶不上呢我们销毁量的增加，所以说呢，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小龙虾呢的缺口依然会存在。2018年，湖北小龙虾产业突破1000亿大关，虾稻共作面积接近700万亩，其中湖北潜江的虾稻产业综合产值达到320亿元，同比增长40%。来自湖北省水产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省各类社会主体对小龙虾产业的年投资额超过40亿元。湖北小龙虾加工出口的数量连年排名全国第一。未来的话呢，在冷链物流、在电子商务和饮食文化这一块，这个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虽然目前小龙虾市场算得上是格外的火爆，但是我们要提醒养殖户要注意观察市场的供需情况，不要盲目扩大养殖规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好，国际方面呢，我们来关注韩国公交系统的罢工危机。今天凌晨，经过多方的彻夜协商，首尔、釜山等地的公交工会均决定取消原定于今天进行的罢工计划。韩国民众担心的早高峰通勤时段的交通瘫痪得以避免。
我现在在首尔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首尔站公交换乘中心，这里汇集了几十条公交线路，并与四条地铁线和首尔火车站相连。经过了12个多小时的紧张协商，今天凌晨的2点半，首尔公交工会与资方达成相关协议，并表示取消罢工，正常运营。这也让紧张了一夜的首尔市民松了一口气。去年7月，韩国政府决定将包含加班在内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缩短至52小时。原计划从今年7月开始，韩国整个公交行业也将执行此项法规。如果按此执行，韩国公交车司机的加班津贴将大幅减少，收入会缩水约30%，因此引发了大多数公交司机的不满。저희사업장에도한30%됩니다추가근로하던부분이올해는할수가없어졌어요7월달서부터据了解，首尔公共交通出行率占到60%，而此次首尔公交工会与资方达成的协议，避免了一场涉及7400多辆公共交通运营车辆的大罢工。尽管韩国公交罢工危机已经解除，但是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多方协商还在继续。目前，资方已经满足了公交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一些地区也不得不面临着公交票价的上涨。파업을하면은그피해를받는거는이용자잖아요그래서요금인상이나그런거에대해서도가급적이면택시를타게되고그런게있었는데가격이오른만큼좀아저씨들이좀친절하시고좀난폭운전을덜하셨으면하는생각이있습니다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14号宣布，未来几天将在美国菲尼克斯、拉斯维加斯和南加利福尼亚等地推出网购商品次日送达服务。此举被视为沃尔玛向其主要竞争对手互联网零售巨头亚马逊宣战，这也意味着美国零售商之间的竞争日益白热化。沃尔玛当天宣布，公司将首先针对玩具、电子产品等约22万件最常网购的商品提供次日送达服务，此后将陆续扩大商品范围。目前，这一服务仅对35美元以上订单免费。沃尔玛表示，2019年底前，次日达服务范围将扩大至约75%的美国消费者，有望覆盖美国4/5的主要城市。过去几年，沃尔玛一直致力于扩大线上业务并完善配送服务。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亚马逊也不甘示弱。亚马逊13号表示，鼓励现有员工离职并创办快递公司，将为这类员工提供最高10,000美元的启动资金。4月下旬，亚马逊宣布将投入8亿美元，为所有亚马逊 Prime 付费会员提供免费当日配送。虽然亚马逊未对免费当日配送服务设定最低消费门槛，但消费者需拥有 Prime 会员资格才可享受此服务。Prime 会员年费为119美元。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3016亿元，北斗导航系统对相关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达到80%。今天，北京地铁禁食规定开始正式实施。除婴儿和病人外，地铁车厢内禁止吃东西。如有此类不文明乘车行为，不听劝阻的，地铁营运单位有权拒绝提供乘车服务，并将其计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昨天，辽宁大连渔业部门将首批2亿尾虾苗放流入海。大连市计划增值放流对虾、飞蟹、鸦片鱼等总计30.44亿尾。到9月1号休渔期结束时，渔民们的捕捞量会明显提升。因气候干旱和农业用水过度，澳大利亚小镇克拉雷内布赖正面临严重的淡水危机。当地居民依赖的唯一水源巴望河日渐枯竭，目前镇上650位居民只能依靠志愿者送来的瓶装水度日。当地时间14号傍晚，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法国南部滨海小城戛纳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参与角逐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近日，新的世界横梁最长秋千吉尼斯纪录在日本九州市诞生。这座环形秋千的钢制横梁长163.35米，设有100块座板，由当地政府花费大约1.2亿日元，约合752万元人民币建造。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的资讯，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在山东泰安，一朵朵粉红的海棠花呢，为泰山点缀上了一层。